这天挺好了，咱出去溜达溜达呗。上黄屋，黄屋有大集这个。解放街。啊。感觉闷好几天了，出去溜达溜达呗。去呗，溜达溜达也。嗯。还闷得慌了。嗯。出去透透气。俺哥十来年也没去过那个黄屋大集了吧？嗯，以前还搁烟台嘞，咱搁烟台，咱俩去赶黄屋大集，现在跟那个都不一样了。去过，嗯，不一样了。嗯，对呀。还挺热闹了哈，这里边。啊，像过年的那种气氛了哈。来，旅游来了。就这边了，卖45、40了啊！回乡多少钱？嗯，那跟咱老家那感觉差不多哈。一样，跟咱一样。哎，我看见恁俩了。啊。我看你走过去来了。妹妹，你去干啥？啊？那你不他们那去干吗？你干啥？你去干啥？我不干了，我就回家了，十二点了。行行行，这是买着我那一头，我看见俺弟弟干哥了，恁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可怜了，哎，这么冷的天。是。哎呦，这是冷的天，咱得穿棉袄。对。吃着喝辣了，我再买点腊萝卜。买点腊萝卜。啊，买点藕，恁那好吃，加热一下炸的。我这你没吃炸的腊萝卜。我吃多少年，十来年了，我没吃了。嗯，恁那时候没吃过了，我给你炸一。好，行。走。年来了，然后能吃到那种。家的味道了，对，我家自个儿，那都好吃啊。嗯，对呀、啊，但是不好吃，这就基本上都不咋会弄。对呀、啊，那是的，你不会呀，你也不吃，你也这够。这一看这就感觉又突然间想起小时候那个过年的那种，对，过年的那种感觉，对。对，小时候不帮忙干活，嗯，就都能吃，嗯，都是那个俩炸，哎、一会儿再炸点藕盒给你哈。藕啊、嗯，行，藕盒也好吃。藕盒也好吃，嗯、没这香的很，现在。对。对。这腊萝卜才香。藕盒才脆。这咱怎么弄啊？嗯，这样搁这里头，在这一蘸。嗯。这样一蒸着。再蘸蘸一下。再在锅里头一蒸着就起来了。嗯。嗯。这就放里边就行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真好。嗯。一炸感觉都有食欲。嗯。看见这个，立马回到小时候。嗯，对。童年的感觉。还热。这还行，小心点，它烫着了。嗯。好吃，好吃啊！还有小时候的味道，小时候的味道，嗯，好吃，嗯，好吃，嗯，一吃到这个，感觉小时候的那个，太棒了，有娘的地方就是好哈，对，有娘的地方，有个娘比人强，有个姐好好姐，有个妹儿是个坠儿，有个妹妹是个坠的，他得照顾她呀，对。这是他最小的，都得照顾，就是，照顾最小的。娘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。对。